所有男生女生的眼光耳朵放到舞台上来，马上欢迎许维芳。哎呦，各位团员，谢谢主持人。不会。大家好，我是许维芳。喜欢你送给你们。所有的分歧都分得开通，门和雨虽然那么孤单，人们梦空不停的滚烫，是那伤感的记忆。掌声，还有跟我一起唱，唱超大声的，好棒哦！今天大概有多少人呢、啊？今天欢迎维芳。主持人好。怎么了？没有太帅了。所以坐在后面。天哪、啊！你才太正了嘞。对啊，对啊。如果你是糖，一定是方糖，因为你又正又甜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让他累一下哈、啊，喝口水。也很开心哦，而且我今天早上还去台南。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间学校。对，今天第一次来这一间学校。
然后其实我很常来台南玩。啊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台南很多吃的，而且拍照很好拍。啊，真的很好拍啊！吃的特别好吃。真的。台南有什么美食啊？又便宜。推荐几期来听看看啊。一二三，什么？我。哦，这女生很猛，她说我，我要直接比我。你。你说你很好吃。小坏坏。You so bad, you so bad. 是，哎、欸，你们最近如何？跟大家报告一下。最近刚期中考完。啊、哦，还在就学啊？对，大学吗？伟芳。对，大学。大几啊？大二。哦、啊，哇、wow, ，so young！ 天哪、啊，那你跟他们好近哦。真的。距离是很近的。我跟你们也蛮近的啊。算近吧，我二六啊。二六？哈？没有，有点远。有点远，对，其实有点远。你看，你害他不知道怎么回。我已经而立之年了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今天要大合照吗？要不要？可以吗？是吗？啊、不是、啊，先要抽拍立得啊。先抽拍立得。对，来，欢迎抽奖小天使。耶、yeah ！来。哇，好可爱的天使。亲自抽一个属于你的拍立得，送给同学。我拍吗？来了。已经拍后拍。念名字吗？肖敏真。肖明真，我看，肖明真在现场吗？明真，恭喜你获得拍立得一张、欸。你干嘛不没确认他在不在？你的恭喜，明真在吗？明真，他害羞啊。有哈、哦，好，恭喜你 ，congratulations。是你吗？不是吧？是不是？好，来第二位。啊，你上来了！你上来了！啊，来，好可爱啊！你突然上来了。那来抽出第二位啊！啊，第三位好了。第二位陈梦哲。啊，你待会跟那个学生领就好哈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有啊，恭喜你！哎、欸，来最后一位哦。怎么要丢进去？来哦，最后一位是谁呢？魏凯，这看不懂哎。这什么甲骨文哦、啊？写什么东西啊？魏凯。魏凯吹吗？魏凯什么啦？0926116，这名字也太特别了吧！魏凯什么？你在现场吗？欸、有哎、欸，有你嘿，在哪？有吗？真的有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！恭喜你获得一张签名拍立得，恭喜你魏凯叉，耶！在这吗？好、yeah 啊，三位了吗？三位而已，做完了，谢谢、啊、小天使，好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，不是，我有问题啊。来问。潍坊啊，台南虽然很热啊，嗯，但是你今天是忘记带被子啊，对不对？被子没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那我欠你一条被子，我欠你一辈子。直接告白了。我觉得可以。还有东西丢吗？没了。没有。不错吧你？我觉得可以、哦。你是不是小鹿乱撞？有一点。咦、欸，那这样不影响待会的歌曲吗？应该也还好。还好哈。接下来也是。因为刚刚也只是就是效果了，其实他也不是你的菜嘛。嗯，没有，一定是，他一定是。啊，不为难你了啦。对，来第二首歌带来的歌曲是《告白气球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哦，又告白气球啊？哎、欸，刚才不是唱？欸嗯，刚前面有人唱过，但是不一样的感觉，唱的不同。那我们先大合照一张。OK， 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以为我刚才唱的是告白气球。哦，是啊。我不是。你刚好错觉吗？对，有一点。常常一直觉得鬼打墙。